屏東縣長潘平安今天會在透過民視發布說，這屏東新增加三個本土的個案，這是出現在潮州的一間潮營診所。有人說他說二月初五到二月初八捌去過一間診所看醫生，民眾要趕緊去潮州的社區體檢站去採檢。初步了解，這三個是有北部旅遊史的家庭群組。家长带幼童归口罩来体检，幼童一度惊到哭。医护人员继续玻璃安打对方。屏东潮州镇中山公园十号紧急成立体检站，连续两天帮民众免费体检。因为镇内潮营诊所出现三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县长潘明安的面册嘛同步公告，而且呼吁五号甲八号去过诊所一个组织有小塔的民众都要来体检。应该是过年期间北部旅游史家庭群聚的感染者了哈。这个检验假设是阴性的话，也不代表说真的就是没有感染的风险，还是呼吁我们民众回去以后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。初步了解，较真正伫诊所上班相关的工作人员先控制，暂时嘛前往诊所去清消。官府表示，这三例是有北部旅游史的家庭群聚，甲前一天公布较真正的组织无共款。李馆长潘明安嘛，因为甲高雄较真正伫咧过年初一拢去过屏东的福安宫，险啊防控力。伊了发现潘明安离开福安宫了后，确诊者较高，免防控力。不过一届增加三例，嘛予县府非常震惊。下晡的记者会会公布搁较侪细节。李金林着屏东的高雄两地往来真频繁，民众跨县市来交接的状况袂少。高雄为着防疫，春节期间逐天开记者会，就连公山某一间公庙，只是确诊者为庙头前经过，嘛要大清消，着惊一个危楼予防疫出现破口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，屏东报道。